东西收拾好了。啊。我们在家烤个羊，他们就走了。你家妈妈那脚好不了怎么办？肯定好得了，你看我这个都好了。你那骨折嘛，就慢慢抱着我这个就是。骗子这个。小心点，放心吧，没事啊。去照顾骗子，没骨折就扭到伤了，扭伤筋了。嗯，这个没事，养可能养几个月，个把月就好了。那这种小山羊重视起来了。哦，你这个半个月就回来了，说不定你半个月回来之后慢慢就好了啊。那哪里没有好处吗？不用，我们寝室的人会给我分析的。老是分人家的，你分哪里去了？还有梨子呢，那都是要水果。牛奶喝完了吗？牛奶喝完了。我到时候在网上买，发了你学校，你自己去拿了，你学校那里有快递站。少喝点饮料，买点牛奶，给你多喝点牛奶。你鞋子不换啊？我把你拿到这儿。衣服都拿好了。对。哎呀。又不舍得了。这回来一回开心了，这两天又去了。嗯，等下又汪汪大眼泪。反正我就想着，十一还要回来嘛。我已经买了那个煲汤的，下回再买个那个保温盒。煲点汤，以后可以去看他，提给他吃。嗯。我挺馋你这个增高鞋的。你这么高了还穿增高鞋？你怕你摔跤？我平时没有体育课的时候穿上呗。你那个雨衣不拿去啊？在里面。你那个学校可以穿吗？不可以啊，我肯定是在宿舍当睡衣穿的。你要拿走啊？这我都好馋他。那就拿去吧。你这么高还增高鞋，你叫我怎么办？下次回来的时候把你那个校服不是校服，那个床单床套都拿回来给你洗一下。知道了啊，自己在那边爱干净一点了。知道了，我今天洗一下。姐姐从门口的黑色柜子拿个袋子把这鞋装起来就好了。就拿那个白色袋子也可以啊，那个白色啊，对啊，拿一个不就好了。你们学校不是不准拿手机吗？啊，不是要交给老师吗？你们要回收。妈妈，你就不用去了。我不让你妈去，你妈去等一下没完没了的。你到时候找。我拥抱一下吧。哎呀，那倒不至于，下个星期就回来了，上班。你妈想拥抱你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觉得她比较那种，她喜欢你亲密互动。那你是现在走了？对呀，已经不早了。东西都拿齐了吗？你想清楚了。对了，我那个钱给你交了啊，1200块钱那个。班级名字都没搞错吧？没搞错。生活费有吗？有，我都用不完了。你下个星期、下个月给我少一点都行。够啊。够。你现在还剩多少钱？还剩几百呢。那一个月给你1000还多了？你给我700都够。你一天怎么吃的？我又不会饿死，每天吃饭啊。他每天说要减肥，吃的少，你要多吃点。那个地方用免费的饭可以打。你光吃饭，有菜啦？肯定有菜，它下面那个食堂有那种单个单个的菜。一个月1000块钱生活费，他觉得多。那肯定多呀。好吧，好吧。反正你看看，别委屈自己啊！该吃的肉也要吃了，鸡蛋也要吃，还有水果，自己放假的时候去买点水果，水果不能少了吗？知道了。我车钥匙都不用拿，开啥车？人家军子说他一个月1000块钱生活费多了。他说下个月700就好了。等一下，他说在街上要买零食啊，给他买那样。他放学下午做夜宵吃。走了啊，你就不要去了。我就不去了，迷都在那边玩了。